我今天一天不见你，特别想你，要不然我们一起聊聊啊？男女授受不亲。你不行，我要忍住，他是病人。我发誓，绝对不做任何事情，顶多就拉你的手。 可是，怎么这么容易就放弃了？再求我一会儿，我就答应了。 你睡那边，我睡这边，谁越线谁是小狗，这下你放心了吧？明成哥今天来找你了吧？你们都做什么了呀？ 今天做的汤特别好喝，明天能不能还给我做呀？哇，你真生气了呀？我知道错了。那你错哪儿了？我不该加班，不该接那么多电话。你觉得我生气就是因为你工作？ 不然呢？你怎么又躺下了？你说话呀！我到底哪儿错了？你倒是说清楚呀！都哄你半天了，你就这个态度啊？矫情死了！ 哄人哄到自己睡着的呀！为了工作，把自己搞得这么累，何苦呢？卫青，你干嘛？你问我干嘛？我倒要问问你。 一个大男人，这点挫折都经不起，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敢面对眼前的困境。你以为我要跳？不然呢？你大半夜出来赏月啊？拜托，这里只有二楼而已，我就算要跳楼，也不会在这儿跳啊。我只是晚上睡不着觉，出来透透气罢了。对哦，在二楼，那也不对。你大半夜不睡觉，透什么气啊？你是不知道，你打呼噜声音有多响，我实在是睡不着。 那不是因为太困了吗？那你现在偷够了吧？偷够了，赶紧回去睡觉。走。你干嘛？你是打算这样彻夜不眠的盯着我吗？ 你要干嘛去？我渴了，去喝水啊。我也要去喝水。你是不是担心我呀？嗯。你放心吧，我没有那么脆弱，我不会轻易去寻死的。再说了，我要是死了，有人欺负你怎么办？你要是哭了，没人安慰怎么办？除了你。
没有人敢欺负我。那我就更不能死了。那我要是死了，你要是没人欺负了怎么办？你真这样想？放心吧，我呢陪你一起慢慢变老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精神老头。我看你是想泡老太婆吧？ No, 我有你这个老太婆就够了。咦，嘟嘴话说，赶紧去喝水吧，我要睡了。今天呢是8月28号，英仙座流星雨。新年吗？可惜啊，今天没有流星雨。有你就够了。人们都说人生若只如初见，现在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，周氏，可以重新做我女朋友吗？等等，现在还不算原点，还差一点东西。还差什么？好了吗？还没好，千万别睁眼啊！嘿，好了，睁眼吧。虽然我不能还原我们相遇的每一个画面，但是这璀璨的灯光是我给你的流星雨。这个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流星雨。牵着手漫无目的兜圈，放你进怀中去消磨时间。对了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你到底要不要做我女朋友啊？我们好像还有一个场景没有还原。什么呀？我跟你讲啊，被人按在泥地里这种事情，一辈子一次就够了，绝对不可能出现第二次。告诉你啊，你想走啊？哎呦嘿，我过来。